在老农村路段汾山街一现场，记者了解到，老农村汾山总计坟墓近500座。今年3月初，昌河镇村两位干部转变工作思路及工作方法，镇村两位干部充分发扬不怕累的精神，积极主动担当作为进村入户、做农村民的思想工作，晓之以理、行动之以情，对村民开展耐心细致的开导。